这个故事还没完。我们就在想，我们要先监军在喝酒。我们上班的时候会管他叫上瘾。然后等一下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瘾，没有小朋友没关系的。上瘾什么？没有什么。没有小朋友啊，没有是吧？然后我们一直在想啊，说了各种各样的瘾之后，突然间这个时候，有一个朋友说出，如果做爱的时候会管他叫什么瘾？我们想了很久都想得很清楚，然后茂就说了一句话，叫过瘾。对，先从今天喝酒。
烦的时候喝，我怕他叫过瘾。